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摆会长选举。今麦介绍候选人一号江有礼，二号蔡大富，蔡大富啊，可惜你的对手是我，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赢我。等下大家开始投票的时阵，请大家提出来你的会员证，但是采不记名投票方式，预计投票时间20分钟，大家等开始啊，多谢。开出来高票，总共是13票，最后4票，那就1票刚好一盒江有礼先生，来江先生，看你动转。我看哦，免开啊啦，浪费大家时间，结果已经真明显了，敢不是？你是嘴气听的哦，皮还袂开了的，你火也一大堆的。我想抢你！蔡大富一票。蔡大富一票。蔡大富一票。哪会安尼？这人明明拢有收外底，一定有人走票。坚持，我要验票。江有礼啊，你一个大头家呢，输袂起哦，输袂起就莫选嘛。是讲，你阁有6票，迄是毋是投唔着去啊？哈哈哈！你阁笑会出来啊？到底代志敢解决啊？你讲了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讲是蔡家大家长啊，蔡家的人感情拢足好个。你这唯一有血缘关系后生，出代志啊，你阁唔知啊？爸，爸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正不是故意的，我叫伊莫讲个啦。爸，是啊，我想讲代志解决了后，再向你报告的。哈哈，停车场，我互人提走，是要安怎解决啊？卡叔，我已经解决了，你怕什么安怎啊？无可能。小叶，
今日是会长选举的日子，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你无选掉会长，互你做俩讲的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甲蔡大富准备一个安慰奖要给你。Jack， 你会记得吗？就你的好朋友小黑的脚手人啊，你应该有见过面了哦。毕竟那骗局是你布出来，敢不是？讲话较细腻啊，蔡大富，卖了准你即马选掉，会当做会长，就会当凊彩有别乱讲话，想要无话。卖伫遐假啊，国假就无成啊啦。小黑甲 Jack 敢无甲你讲？因拄着一个大肥羊金神师，看你的表情就知影，因为甲你讲啦。啊，不过你可能唔知影，迄大肥羊金神师就是我。而且哦，佮有偷偷录音哦。黑哥，迄金神师哦，丢掉啊！我来带你传土地权状来。哼，这简单哦。啊，这个姓金的，甲蔡大贵同款袂起的，啊，有够好骗的。啊，江有理甲我用这招对付蔡大贵，这个盘啊，有够好赚。你，生鸡都无放鸡屎乌，我真正有你气死呢！这是小黑不落外物件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代志，所以跟我无关系。所以我是清白的。江玉丽，你俩总讲你把证据打好烂啊，就用当作无代志发生啊。阮大家拢有听到啊，阮拢是证人啦。葛头姐啊，免紧张啦，现在拢什么时代啊？我早就把资料放在云端啊，这录音笔哦，送给你啦。你交你个大富冤家，就是因为这件代志。啊，佮有之前我同意停车场的开发，你煞讲歪，原来是地强骗你。爸，我知影我做唔对，我只是想要表现互你看，我抓住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啊，不过。那你现在跟爸爸讲，你学了什么？做生意，别当想过条件。真好，安尼就有够。有企图是好代志，但不过头脑要清楚，以后别当跟我安尼哦。虽然恁爸无差爱滴地啦，但不过恁爸甘愿把土地卖掉哦，去摕去做善事啦。那明天就交油嘞，还佫小一罐头，我土地袂记。你是七上，我怪人你讲啦，我感觉北京嘛是牛啦。你哦、喔，规工的啦，到即摆佫是要靠诈骗来赚钱啦，你佫都可怜的你。哼，可怜的人是恁啦。廖总安怎？拄只迄录音会当做证据是无？袂用的啦。诈欺是刑事案件，是毋是当做证据？检察官讲了才准算啦，啊，够啦，我早就已经报案啦，所有关系的人拢去抓起来。对啦，你无做会长嘛，拄好啦，因为刷落来，你要行的，不是商会场所，是警察局。我有啥物好惊的啊？你讲员工会当这样简单就调我一撮，歹势哦，我无做，我就是。你这的话哦，去甲警察讲啦。我即马爱你向大家回事嘞。凭啥物？凭你利用大哥的代志，威胁我退出选举，而且哦，佫造成大家困扰，敢讲你免回事嘞啊？你这个人哦，为着选掉不择手段，上回哦，无耍你这款人啊。这个刚刚的，实在是心机有够重的啦。迄天哦，刚才我无在，伊嘛有来找我嘞。应该取消伊的会员资格。大家，
请您先冷静下来。您拄则所听到所有讲我的话，迄拢是超过要甲我学的。事实上，您应该注意的是蔡家，因为蔡家并无参照您所想的这样清高。就提这蔡良来讲啦，少年时阵就出去甲人佚佗，所以到即摆是落外底。而且，蔡两个某，我俩算讲这是应该，这是正常的。上让人好笑就是啦，所以在外口偷客兄，结果大巴肚嫁予伊。所以大富啊，你爱认好清楚，你真正不是蔡良的亲生后生，那是恁妈妈在外口甲别个查某人所生落来的野种。你是好阿伯啊，刚刚有这个代志讲给阮爸，真是够好笑的。啊，讲来讲去，这个代志嘛是阮的家内事，跟你有啥物关系？东东这当署长啦，参就一个走人同款，你伫讲人闲话，啥度量都无的你。江有礼啦，你莫阁想要在教人人相拍。你听孙讲哦，凊彩三两句啊，就用破坏错家感情呀。你莫戆啊啦，你听好清楚，大阿虎啊，永远是阮蔡家的大少爷。哼，无唔对啦，蔡大富永远是阮哥。有听到无？你咧讲讲规大堆，恁爸拢咧开始讲话，阮蔡家啊，一人一句，就敢嘴烂落来饮死啊！啊你，有啥物人来消停？你讲嘴烂？呸！嘴烂多又怎烂？我靠！我一个人，就会当对付你所有的人啊！我讲真实啦，我对你的选择有一寡意见啊。选某嘛爱选对啊，安内选一个酒店小姐出来啦。诶，讲到酒店，哦，无你看哦，我真有可能迄个时阵带人客，有去酒店交关过哦，捌点过伊。那你讲起来，咱嘛算是表兄弟了。这就是臭仔！你别冲啥！我怕你这地狗不如真生！我怕你这阴天卑鄙的少年！我怕你这无温不的感伤！我怕你这欺负旁的粪扫！这酒家如果安怎？人无偷无酒，认真拍拼生活，你有啥物资格偷讲伊？上要坐哦，是替阮翁讨的啦。报警！警察报警！我要告清楚啦。翁的，唔要替我找律师，我今仔日就是爱替大家出一条气。你来，你徛。我坐下。警察局，警派人来啊！出大事啊！紧的啊！